좋지. 징고! 징고! 为了正义。哇塞！机械流啊！哎呀、欸，让我打一下机械好不好？给看一下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玩的不错。赢得胜利，这一手漂亮。花了吧，花了吧，给看个机械也不行啊、哦！人家就想看一下他的机械。好像又是同一个人嘞、欸！我靠，同一个人啊，超帅的，我打不赢他。他干什么牌？火炬，然后一堆羊，记一下，记一下。火炬加上一堆羊，哥这次干爆他。火炬加上一堆羊，三张羊，两三张羊，没有 LE， 有羊没有 LE， 然后还有什么牌？我想一下还有什么牌？还有一张海巨人，然后机械一大堆。还有一张发现的机械，还有什么牌？我想一下，大家快点告诉我他有什么牌。英雄灵刚好护盾可以克，这还好。护盾前开，红色警戒。暴风雪没有吧？好像没看到暴风雪。我靠，炸死自己啊，笨蛋！好帅哦，这个玩家，这个玩家好帅哦，我的天啊！他为什么这么毒啊？他真的是一个靠帅的玩家，最好是可以这样毒。他有一张发现机械，我靠！下一张，他有一个发现机械，我阻止不了他发现哎、欸。我没有发现，吓我一跳。把它转换砍了吧，不然雪人太无敌了。对，他还有嫖客，火炬就下来了，五费还好。龙兽该来喽 ，nice。先下这个龙兽 ，nice， 哥，这下发功，应该是羊，没错没错，他都是羊在手上，他基本上都是羊，现在就是随便送点上去给他，让他养一养，对，他都还有，他还有羊，我先放烂的给他，继续养啊，继续养。先骗你点牌，好不好？让他养一下。他还有羊的魔像哦，这就丢魔像了。前来报道，好，准备出击。垃圾鸡鸡，叫你在唱秋啊！他只有羊，只能一只一只解不完的。
哥哥后面还有嘞。尽管扬，我都知道你的牌了，你怎么跟我打？哥一个精算好吗？他有什么牌我都知道了，好像没羊了吧？前来报道，应该没羊了吧？可以上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十号差不多了，就两张嘛。哎呀，我靠，你还有，我靠，你别闹了啦！火炬还好，火炬这种是早晚都要吃的，早吃晚吃而已。进攻！不要转，不要转，转是也可以转他大怪，你应该是等他大怪，转他海巨人比较好。他有一张海巨人，我现在就等着他海巨人。海巨人该来了吧，小年轻。全面通气，割一个精算好不好？精算，海巨人鸡鸡。我都知道他的牌了，好不好？我是靠智商在打的，各位，智商就体现在这啦，是不是？智商，智商啊，各位，又让你们偷学到一招了。然后他没烈焰风暴，他没有烈焰风暴。应该是没有吧？他什么时候烈焰风暴了？我靠！我靠！这有点扯哎！喂喂喂，爱叫鬼屁啊！他到底什么时候烈焰风暴了啦？他上一场没出犯规哦。他犯规啦！解决他！还长招！真理是我的盾牌。他还长招！我应该丢力量祝福而打错了，我应该是要防一下的，我没想到他还防招，我没想到他还藏了一招，这边可以开力量了，大哥，六费，大哥，六费，我靠，好小，前来报道。好小的大哥哦，他到底是有几发火炬啊？火炬小王子哦，完了完了，排差有点跟不上啊！嘿嘿，谁说排差跟不上的？各位，花椒喽！进攻！
花椒龙 ，nice。但他好像很多法术哎，应该一下就被炸死了吧？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前来报道，为了正义，进攻。这什么年年有余啊？这什么啊？第一次看到年年有余，全部加二。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，点木克拉才对。再发焦生物，哇！前来报道，小垃圾锤，小垃圾锤，拜托拜托，来个生物。他的那个火炬快要抽到，他有一张火球，火炬产生的火球应该快要抽到了。这个可以解还好，但是穆克拉要死了，要送穆克拉了，他下回合又被点了。哦，谁说穆克拉会被点的？前来报道。我要考虑一下。必须赶快行动，进攻 ！All face。All face， 全脸，鸡鸡，鸡鸡思密达，鸡鸡，鸡鸡思密达。玩的不错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。这就是实力，实力！哥把他干爆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报仇血恨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我这个十分钟就报仇了，这就是正义，好不好？胜其事，制裁。